你别缠着我了，别浪费了。到了，这个金鸡箱又迟到了。老板，不用，求求你。扣板。九点上班，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8:95。芝麻大点的脑子全用来耍嘴皮子，全公司就你一个人迟到，你不害臊吗？小猪不也没来吗？小猪辞职了。真的？ Yeah. 全公司唯一一个讨人厌的同事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他没完成的工作就都交给你了。我是不是你最好的朋友，朱姐？你相不相信朋友？回来，我觉得在这里干是有前途的。你别劝我了，破公司天天加班，我受不了了。你看我这每天熬夜，都没结婚就成黄脸婆了。那你试试这个欧诗漫的美白淡斑面膜呀，特别适合熬夜的，用完皮肤又透又亮。怪不得你皮肤这么好，在哪买的？抖音商城啊，超多小样，领券不到9.9元，我一起买了好多，准备多试试，合适了再买正装。这么便宜，怎么买啊？点商城左滑进入试用领取，或点评论区就能一键领取9.9元，省钱护肤攻略，入手同款了。我赶紧去评论区看看。拉莫德驴自己买了条辫子，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。姐姐你能不能快点？再见了亲爱的梦中女孩，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。还有半个月才发工资，怎么办？我怎么活呀？妈咪给我转500元。一打电话就是要钱。行了，别说孩子了。喂，爸，怎么没钱啊？父亲节快乐，爸爸我爱你。他说他爱我。